要，那送呀，我不介意你们送火箭。欢迎用户8879。心有余力不足啊！欢迎胡家吹西。咱们凑十票吧。力不足是口袋不足啊，这样呀。力而余额不足是吗？这样呀。欢迎 like you 123，欢迎 like you 948。吃个雪梨，谢谢洋洋得意哥哥的玫瑰花 ，thank you。欢迎广东一区见地独秀，太可爱了，点个关注呗。我卡住了，我看不到我自己了，你们卡不卡呀？我们有大佬推个塔不？没有帅气的哥哥推个塔。欢迎征服王，欢迎怪暖，欢迎我靓仔妈。怎么这么多人关注我呀？你们从哪里看到我的？欢迎欢迎，欢迎易先三，欢迎用户46217。为什么只点关注不讲话呀？为什么我们家58个贵宾一个说话的都没有？好难受呀！难受。欢迎奇帅无比，欢迎勿忘初衷，欢迎陆小七，欢迎秋网大情敌。Welcome to the bottom. Here we go in 5, 4, 3, 2, 1.
欢迎太子聪。凑不齐哎，咱们的四星任务能不能凑凑哥哥们走过路过送个厨娘也可以啊，这个太难了。欢迎特里卡拉，顶不住了。秀秀的大叔，小姐姐，我走了，谢谢连麦，拜拜拜拜。
有雪但不影响它开着花。自从你走后，我回到了那个没有你的家，就是在这个地方我说我要娶了她。你是我这一辈子最最难忘的关卡，我抱着吉他被暴雨淋伤到你家楼下，为你四处游荡，做了一个只会歌唱的傻瓜。你才不是一个没人要的女同学，谁会不厌其烦地安慰那无知的少年。我走进了你的世界，别怪我太耀眼，我愿意用我十年奋斗换你一个新的笑脸。你当时特别的可爱，但能不能靠近点，你不说真心话，你让我怎么为你大冒险。曾经的照片还留在那个房间，曾经的一切还印在我心里面，感谢你曾经来过，就算你是个过客，我也无法割舍不得。我说的每句话你都已听不见，回忆的你走过这前面的路口，以后我们的故事就到这。哎，干嘛不讲话？我希望你过得更好，我也不会放不下。别继续看着我，你确实应该听你爸。只有看着你的背影，我才能说出心里话。曾经的照片还留在那个房间，曾经的一切还印在我心里。钻水管吗？对。嗯，好。吃完就打三屁股。嗯，好。你放歌吧。嗯。你是才开播吗？我的空在忙，我放过几个公司前头的嘛。
든든한 손짓에 달콤한 향기가 나를 안아줘 바빠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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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环山怎么鬼 My boy's being such He was shady enough But now he's just a shadow My boy loves his friends Like I love my split ends And by that I mean He cuts him offMy boy, my boy, my boy Don't love me like he promised 谢谢桃宝姐的66你们电影里面有个渣男叫许环山 My boy's being sad And he don't know how to cuss He just sounds like he's trying to be fun My boy's not good bank But he's such a pretty liar But that I mean He said he changed My boy, my boy, my boy Don't love me like he promised My boy, my boy, my boy The answer is holding on My boy, my boy, my boy I love that one, I love that one姐姐我错了早了你们俩还轮流值班轮流上岗Okay, cool. 我说了，我谢谢你办卡啊。桃花姐看的可真细，睡吧，兔兔。交班还存在交班这种东西吗Makes me feel like I was made for you The storm in your eyes In your eyes In your eyes You cannot escape from me The gods above and our destiny You cannot escape from me The gods above and our destiny 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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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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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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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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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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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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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Ale, 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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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
I'm giving you my love, we'll always be together. I'm giving you my love, we'll always be together. 对呀、啊，是的，跑跑姐说的对，我觉得。谢 DC 的办卡。Come as you are, come as you are. 谢 DC 的三张办卡。Ale 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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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你喜欢的小姐姐是吗？如果白色就好了，小乖猫的感觉。明天要穿白的，糖糖姐就答应你，明天要穿白的。那个我已经。你好，小姐姐。你好，我们玩什么？我们玩，玩动的还是静的呀？玩静的吧。静的。吃水果吧。好。Even when you hold me tight. Feel
三皇办张卡。那就刷个飞机吧，一样的。谢谢默默。欢迎忘记初心。歌的嘉宾吗？用电脑挂的吗？
哎，我说我们家谁呀？很喜欢。哦，谢幕后星空卡。体重吗？150吗？还是说我的身高？的时候就是因为高，你多高？你一米吗？快点休息一下吧。2万还行吧，你看他们研究区打个比赛十几万，我们家没有老头。他弄个星球，我们家不有老头。花纷飞飘散迷乱落霜
船见笑灯火阑珊，我依然醉生梦死般，笑看世事似水变迁，一人叹看不尽相思苦一晃眼，君不见且起舞Hello， 小姐你好。我们钻水罐吧。啊，中间钻水罐，惩罚的话。写 MVP 的名字吧。啊，惩罚的话，咱们那个嘛，整一个鞋绑在后面吧。哈？绑一个拖鞋在后面。我不玩那种哎。那就画一个阴阳眼嘛，一个眼睛画成黑的，一个眼睛画成白的。你能整点阳间的东西不？啊那就画一个兔子，这个眼睛这边画白，然后这边画一个白耳朵。我不画脸，你们现在都玩这么狠的吗？不是，现在都是整讲究狠。要不然他们说不太好，他说 PK 就得讲究一个狠点儿。哦，那玩不了哎，要不我先走吧。那我们再换一下，下次再连，拜拜，小姐姐。好的，拜拜。钻水罐好不好？好的，惩罚就写 MVP 名字吧。嗯，好的。你放歌吧。好，我找一下啊。谢谢我525的大气啊。哎，哇哦，你多大呀？我感觉你年纪应该不大吧。我感觉你年纪应该和我差不多大吧。눈물흘려너를기다릴뿐내가웃는게웃는게아니야또내가걷는게걷는게아니야너의기억
그 속에서 난 눈물 흘려 너를 기다릴 谢谢我啊，我的班卡。哇，我真的，我感觉你好像时时刻刻都在陪着我。我好像终于等来了房管，是那种可以时时刻刻陪着我的房管。好久没有这种房管了。 하지만 이제 그건 내 곁에 없지 난 또 외로움의 밤길을 걷지 그대로나 못난 내 가슴에 弹幕陪着你开心可以啊就哪怕你弹幕陪着我也是陪着我呀对吧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내가 웃는 게 웃는 게 아니야 또 내가 걷는 게 걷는 게 아니야 너의 기억 그 속에서 난 눈물 흘려 너를 기다릴 뿐 내가 웃는 게 웃는 게 아니야 또 내가 걷는 게 걷는 게 아니야 너의 기억 그 속에서 난 눈물 흘려 너를 기다릴 뿐 咱们新进来几个真的小哥哥，欢迎送送人头。咋啦？ 谢谢大家的关注，为了等你直播一天盯着好吃力，<笑>不好意思啊，秋素，今天搞晚了点，谢谢我姐妹的大气，大家帮我搜个人头好不好？我们在玩钻水馆。 可乐鸡翅，谢谢我525的厨娘，怎么回事啊？这个厨娘，给我出！ 啊，怎么为什么呀？最近怎么回事啊？黑芝麻，我昨天砸了那个60下那个什么60下那个粗面都没有出，懵逼，真的贼懵逼。
我今天看到29中零的，那真的是非常狗了。欢迎刘软软。复血了呀！欢迎我幸福劝哥哥，欢迎我不明哥哥。你觉得怎么样？对你可以做我的对象？怎么样可以做我的对象啊？那当然是做我的榜一啊！这还用问？下期休息吧，咱们。谢谢我鹿明哥哥的火箭。小雨晚上播吗？不知道哎，小雨晚上播吗？幸福圈是我的对象吗？不是，我和幸福圈还没有见过面。幸福圈是我的对象吗？这个话把我问到了。谢谢我525的大气。幸福圈没有时间见我，喵的。欢迎宣木的大气。如果榜一是70后也愿意，我觉得70后的小哥哥应该不喜欢我这种类型吧。我的粉丝群体都是年纪偏小的，主要是我这性格。我可是我刚睡醒。我呀，好的，小雨晚上去看你好不好？我们家小哥哥可以给这个彭小雨点一下关注，他是我的好朋友。这会儿有人打的话，估计中的概率很高。因为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他是唱歌主播，他唱歌很好听，大家可以去他直播间听歌，可以去他的直播间找我，我经常在那里活跃。咱们可以聚众在他直播间聊天。我今天要播到12点了。大家帮我把人头凑凑好不好？新进来的小哥哥，下期我们不用惩罚了，辛苦你啦，拜拜。Thank you.
Hello， 小爱姐你好。你好。我们要玩什么呀？当水管吧。好好好好好。惩罚大三拍屁股吧。OK， 欢迎神翁很乖。最近舞蹈区已经变成了轮椅去了，40个。我们有没有看一下群的呀？欢迎蝶梦。我放首歌，你能听到吗？这是不是现在都是人质？有没有开个局的呢？别在那装睡了，出来！出来玩了！出来玩了！出来玩了！谢关注，谢谢。小姐，你是播了几点呀？谢关注，欢迎小金，欢迎迷人，谢谢送的鱼丸子。Thank you, got me, but the problem is, I'm already hip. I see the play. I just been watching this. Happen see the way you call me every day. It's obvious. 欢迎分钱注定。欢迎吗？先建个荧光棒哦。没关注我不谢。没关注。那我就不信你要收费。欢迎于心。于心，你今天迟到了。男生哈，我都已经播了一个多小时了，再跟我说。欢迎蓝色的小姐，欢迎蓝色的小姐。我们有没有想要礼物走一走的？先用长风跟他溜一溜。欢迎盟主。欢迎之后，谢谢望断的关注，欢迎豆骚。有没有朋友帮我们再试一试呢？可以搜索小厨娘哦，欢迎叔叔。When you over, this is light work. Left it when you put them heels. 欢迎麻辣川哥，大家晚上好，欢迎你可以听。欢迎飞舞。欢迎七九九。欢迎我们家的小猫猫。欢迎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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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I mean you crazy and you know that you're crazier than me. Keep on playing mind games. I ain't got time. 谢王少年的关注，欢迎兔子哥。我们有没有帮忙再上一点的？欢迎帮不谢王。欢迎帮不谢王。现在念你的关注。如果你喜欢看跳舞，可以点点关注。欢迎橙子，我们家差的不多，所以可以帮忙上一点。有鱼丸子的可以上一点。欢迎使徒之家，大家晚上好。有没有人关关我？谢谢竹呢，不带哦，谢谢。欢迎大白兔奶糖，大家晚上好。哦，我们有余量的可以帮我一下鱼哦，谢谢蛇皮的关注。感谢送的鱼丸，谢谢。谢送的鱼丸，谢谢。欢迎南宫雪姐。谢谢长风的大气。
compliments. Yeah. Careful if you fall in love, and it's gonna be a consequence. We keep going, it's no turning back, it ain't no stopping us. Hatch, but I'm Gerald, what's your name? Burning in the flame, a little fling, you turn into a game. And since we started fucking, it's never been the same. The idea is not even entertained. 我就现在我要把我直播间变成那种颜值吧，一直坐在像那种直播间了。欢迎战城。有没有那半张卡的哥哥？有没有半张卡的？欢迎问候，谢谢严星的关注，谢谢。I bet you won't find nothing feels as good this side of heaven. So stop talking, put my stockings down. 感谢送的荧光帽，我们有那个没有？有，肯定有。欢迎 XAB， 欢迎纸，只会为你守候。谢谢一三生的火箭。Light work, love it when you put them heels on with that tight skirt. 七七还早得很呢。Every night, wake up in my shirt. 感谢关注哦，谢关注。Maybe this could might work. Fuck that heavy shit, but we living in this moment. It's not even mine, but I treat it like I own it. 上反了，你好意思说？你是上错了是吗，李先生？你能不能？你能不能？我不管，你给我上回来。It's like she ain't trying to let go yet.Yeah, I mean you crazy and you know that you're crazier than me. Keep on playing. 哎呦，熊猫，cool. Shit, it give me migraines. Only the realness is what's running through my veins. And every time I'm in that, she always screaming my name. I like flowers. I like attention. 熊猫的班卡。Don't ever put me second. I bet you won't find nothing feels as good inside of heaven. So stop talking, put my stockings down. You're my cruel intention.I bet you won't find nothing feels this good this side of, this side of, this side of heaven. So let me take you there. You ain't seen this side of heaven. This side of heaven. This side of heaven.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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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ike sex, I like flowers, I like attention. Don't ever put me second. I bet you won't find nothing feels as good this side of heaven. So stop talking, put my stockings down. Hello, 兔哥，你来了。You're my cruel intention. I bet you won't find nothing feels as good this side of, this side of, this side of heaven. 谢谢大家关注哦。This side of, this side of heaven.Think you got me, but the problem is I'm already hip. I see the play. I just been watching this happen. See the way you call me every day is obvious. Plus it's 2 a.m. You know what time it is. You just wanna have me come and chase you, boost your confidence, shower you with flowers, give you all these daily compliments. Yeah. Careful if you fall in love, then it's gonna be a consequence. We keep going, there's no turning back, it ain't no stopping us. Hatch, but I'm Gerald, what's your name? Burning in the flame. 谢谢领航的关注。我们可以帮忙一下我们的余量。一哥，真的你手抖了吗？感谢关注，谢谢。I got you in the bag, but you still playing hard to get. I like flowers, I like attention. Don't ever put me second. I bet you won't find nothing feels as good this side of heaven. So stop talking, put my stockings down. You're my cruel intention.I bet you won't find nothing feels this good this side of, this side of, this side of heaven. 欢迎不行。This side of heaven. Yeah.When you over, this is light work. Love it when you put them heels on with that tight skirt. Sleeping over almost every night, wake up in my shirt. If we make it official, I think maybe this could might work. 不是推荐点进去，正好看到 PK， 一瞬间懵了。但是你得，你也看，我以为还在我这边。你要看是在哪个地方呢？都不想让我赢，你给我闭嘴。欢迎学长。啊，我这第一局就输吗？欢迎隐在人。
欢迎陈小哥，我也太惨了吧。I bet you won't find nothing feels as good this side of heaven. So stop talking, put my stockings down. You're my cruel intention. I bet you won't find nothing feels as good this. 欢迎兰花。谢谢子修的关注，谢谢。秀一深深的幺八八星空，谢谢谢谢，亏大了，我走了，下一期辛苦了，辛苦Hello， 你好，我们钻水管吧。好，那惩罚你一起定的吧。惩罚就写 MMP 的名字吧。好，可以，可以，可以。那你有歌吗？我们十票开局吧。好的。啊，什么类型？就平时那种店里面卖的呀、啊？还有什么类型啊？嗯、谢谢。你在啊？我以为你不在。感谢老板的飞机，老板大气。你说现在小厨娘好砸吗？谢谢关注。那我怎么办呢？那我怎么办呢？
菠萝说我的衣服上，哎，菠萝说我的衣服上为什么都是熊？那我怎么办？很多，不是，衣服店里的那种，什么款的那些衣服？欢迎可乐，不是婚纱，什么病啊？一天到晚拍婚纱。哥，能看见啊？不是跟你说吗？我说没有啊，我说哪有天天就是弄婚纱、啊？我刚刚不是回答你了吗？你没有听见我说话。什么类型的秋款啊？是秋款。嗯，谢谢老板的飞机。有照片吗？不在我这里，用他手机拍的，用那个店里的那个人的手机拍的，但是他有发朋友圈。用他的手机，到时候发给你看，好吧？到时候我用他的手机发给你看。多少度就开始秋款了？早就啊！你没有看到我之前就开始穿秋款了吗？我就今天难得穿短袖。我之前都是啊，我没看见。我之前都是穿长袖的呀。手机发给我，你在跟我搞笑？你在卖女装的，你加他干嘛？你们多少度？不知道哎，我没看哎，有点热。但是我之前前两天就穿长袖了。感谢关注。对，好像我不你买什么？你的眼光跟我的眼光不一样，我不要。
什么东西穿不下？你休息。好，谢谢。不是，你说什么东西穿不下？买着买着眼光就一样，拉倒吧你。你拉倒吧。你说什么东西穿不下？天黑。我们写谁？写个一字就可以了。啊，写。写个一、啊。一吗 ？A B C D E 的一。嗯嗯，好。那我走了，擦，就拉倒了哈。
Try
Hello， 小姐姐。你好，我们玩什么？你好，你好，你好好看啊！谢谢。我们玩什么？啊，你说玩什么我们就玩什么。那我们装水管吧。好，装。惩罚呢？惩罚你说吧。惩罚，你在输了的人在自己的脸上写一个自己最喜欢的英文单词吧。写脖子上可以吗？可以。好的。里面有我钻水管吗？一个火箭就可以进去了。这是娱乐我的办卡。看看人家怎么钻水管的。小姐姐，我问你个问题好不好？啊，你问吧。如果说有一个女的，她特别有钱，然后呢，就是特别有钱，上亿的那种，但是她是个女的，你能接受女同性恋吗？不愿意啊？什么？我愿意。女女有什么不好的？女女才是真正的爱情。我愿意赢了，这么真实吗？那你是什么星座的？天蝎吧。天蝎。天蝎座的吧。天蝎。哦，好。我这小姐挺好看的呀，你不觉得吗？小姐姐，你是播跳舞的吗？对。男女是没有快感的，你们想错了。男女只有男的有快感。如果你输了，你跳个舞；我输了的话，我不跳舞耶。啊？我没分了。哦，你没分了？哦，好吧。我觉得他挺好看的，我觉得他比孙好看吧。你不觉得吗？好看，这舞蹈趋势很容易明显。谢谢新冷的水晶。我也有。要不我们聊聊天吧，美女。好的。你多大了？22岁吧。22。嗯。我觉得你不高兴啊。啊？我觉得你不高兴。我没有啊，就性格就是这样，是吧？等我一下，我调小点声音，我听不到你说话。我说，感觉你不是很开心。没有啊，就是你的性格就是这样的吗？哦，
就话比较少是吧？话比较少。你几月的？十一月的吧，十一啊，我身份证是十二月。十一月，十一月，那你应该四十多啊，天蝎或者射手是吧？对，但是我一般都不怎么研究那个星座的。天蝎座，他们说我是射手的，但是我感觉我的性格比较像那个天蝎座。哦，天蝎座是吗？嗯。行，就感觉很闷，就是比较闷的那种女孩子。闷骚呗。对，就是不怎么说话的那种，不是很开朗的那种吧。我看情况的，我有时候很开朗，有时候就有点闷。嗯，那你遇到你比如说喜欢的男孩子，你什么反应啊？我呀，我遇到我喜欢的男孩子啊，那我就追他呀。你会主动追人家吗？会呀，就自己喜欢的就追呀。那你觉得我会追人家吗？你呀，有这种性格的。我不知道耶，你有没有追过别人呀？那肯定都是别人追你呗。不是，我看见我喜欢的我就这样偷瞄，就是偷偷关注暗恋呀。对，但是我不会说。那岂不是很那个呀？就是他都不知道你喜欢他呀。你肯定要告诉他呀。但是我偷瞄他了呀，他看得见呀。我之前我就暗恋一个男孩子，从暗恋他十年，我后面一直到高三我才说出来的。这么狂吗？结果我从小学一直暗恋他到高三，后面我跟他在一起之后，我发现就是我只是喜欢我想象中的那个他，后面接触并不是那样子的，然后我就跟他分手了。哇，你渣女啊，兄弟！什么鬼呀、啊？就是我太渣了吧！就是我觉得他是那样子的，但是他不是那样子的。就是我喜欢的是我脑海中的那个他，就是我把他想象成那个样子，结果接触并不是那个样子的，然后一瞬间就没有感觉了。那你喜欢活泼的还是喜欢闷的？我比较喜欢高冷的。霸道总裁。就两个人都比较闷的那种。我觉得两个人都闷吗？就是有时候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然后就是他干他的，我干我的，然后但是也不会影响双方，我就觉得这样子挺好的呀。哦，就是两个人都安静的待在一起就够了是吧？对呀、啊。那你觉得一个男孩一个挣多少钱合适呢？嗯，这个没有什么要求吧。就是没有要求，他养活他自己就可以了，我又不要他养。那你怎么赚钱呢？我在当主播呀。哦，但是我一般直播的时候，我一般不会谈恋爱的，是吧？嗯、那现在直播的时候遇到一个特别喜欢的男孩子，他说让你别直播，但是他不养你。他不养我，又不让我直播，我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啊？他不能耽误我赚钱呀。你又不养我，你又不让我赚钱。那你是哪里人啊？我是长沙的。湖南长沙是吧？对啊。我发现你说话还挺标准的。你说口音没有口音吗？嗯，就直播可能会那个吧，就是生活中可能就会有一点口音。直播的时候比较注意是吧？嗯，对。那播多久了？你说我今天吗？不是啊，就是你直播的时间，就是什么时候开始直播的？大半年了吧，今年播的。大半年，那还行，那也不是很久。没有，我感觉我已经播很久了。开心吗？直播？并不开心。你开心吗？这其实看性格的吧，有些人他就性格比较开朗，就什么事都想得通的那种，但我属于那种只要有一点点事情我就想不通了，我就开始郁闷了，就那样子的。
没事，多看动画片就好了。你平常都看动画片吗？啊，真的吗？我跟你说，那个最新那个国漫画的特别好，就是那个国漫，你喜欢看那种热血动漫吗？就是热血的国漫。我喜欢看了，我喜欢看破案的。破案的，那想的太多了。我跟你说，人不能想太多了，太想太多了会把自己累死。也是，那你肯定特别开朗，就要开开心心的。那你播多久了呀？我吗？我播好久了。那已经很厉害了，都90多集了。哦，不是，这都是假象，都是虚的。怎么可能？我写谁呀？哦，我写一个特别喜欢的字母是吧？啊，字母也行。写个榜一吧。好，我走啦。好，谢谢，拜拜。拜拜。如果离开以后得到的会是什么？是难过，是孤独，还是结局下一个放不下是个借口？我叫人折痛，爱有始有终，我不明白牵着的怎么牵着牵着就放了？也许爱让此刻变成灰色，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冷漠，感受着仅存的快乐。回想我们走过的那些曲折，只有我们两个，别人没法懂得。你说你累了，能不能放我？我走了，你别再难过，心里有话都不想再说。记得以后你要快乐，时间没那么多因果。我走后你别再想我，尽管有太多的不舍，这是你要的自由，我还给你了。我走后总是一个人在房间里面感受无聊，抱怨着卑微的生活，独自走在街上祈祷，曾经全心全意对你却没有丝毫感动。也许我走后才能给你自由的感受，曾经有那一刻是真的想把你娶回家，承受着社会的压力，疲惫不堪到这时差。想过如果有一天你还能够回心转意，那我也放下所有事情跟你享受一辈子甜蜜。我走了，你别再难过，心里有话都不想再说。记得以后你要快乐，这世界没那么多因果。我走后你别再想我，尽管有太多的不舍，这是你要的自由，我还给你了。我们度过这幸福时刻，拥抱也没了，也变得忐忑，内心不需要抉择，我们只是见过。没了我怎么了？我们既然只是过客，从陌生到熟悉，然后 Hello 你好。我们连过好像昨天，真的
吗？对啊，你还说我发际线低，然后你说你铺的发际线粉，然后我说我羡慕你的头发，你说你羡慕我的头发。你把头发扎起来了。对啊，我把头发扎起来了，这样看起来显得我的头高一点。你那个不能露上去的吗？可以露上去，但是这个我剃了嘛，很丑，就留一点下来，太丑了，关键。我就很后悔剃了，我真的。换什么？你定一个，我来定身法。我们扩胸吧。行，那我们输了就写 MP 名字吧。好的。你放歌吧。我知道啊，我知道打不过，那怎么办呢？打不过就挨打呗，还能怎么办？你今天播到几点啊，小水喜？等会下了，等会就下了。你这么早下吗？行吧，也是播的没心情就早点下。后悔啦。我刚开播。那你得播到凌晨啊。没有，我早上播了，我是播两档。播两档好累的。对，是好累。我今天早上我都在直播间睡了半个小时，我就坐到这睡着了，然后睡了半个小时，我天。早上应该没什么人吧？早上没有人，但是试一下吧，我觉得。你还不如从下午播到晚上直接这样子，从一点钟播到五点，然后晚上再播一会儿。白天好像人好少的，就是你说早上，我有朋友是播早上的，根本没什么人。真的吗？那我去跟我的运营讲一下。你直播的时间还要跟运营说呀？要啊，他让我试下早上，他说早上可能好一点。早上你除非很早就播，就是四五点钟的那样子啊。那我又起不来，我真的，要不我就下午播吧，我就是中午播，我觉得可以，然后播到晚上。但是我之前也中午播过，你知道吗？但是我觉得好像更惨，下午更没人，下午人特别特别少。刷礼物的也就那几个人，真的没毛病，真的。太难了。楚瑶同学是小梦丹呀，新之助是小梦丹，他换号了，他换小号播了，以后我们要叫他叫楚瑶同学，不应该叫他小梦丹了，他小梦丹的小号。你一般是几点播到几点呀？我时间不固定的，我一般反正就十一点吧，播到晚上。十一点播到晚上，想下就下。下午四五点钟播到晚上十一点。打了五万输了，我的天，打了五万输了，对面64000，输了吗？我怎么看他们说赢了呀？我怎么看他们说赢了呀？就什么时候打的？我怎么不知道？不是8:30吗？那个嘉年华。感谢首哥的办卡，谢谢。哎，不是他那个，不是应该，我看他们说他们赢了呀，怎么又输了？弹幕那关赢了，哦，后面输了是吗？我没有看后面。不会吧，就差10000块钱，花钱这关输了。这也太难了吧，不是就差10000，怎么就输了？
哦，这是买的背包是吗？这是买的背包。我说这个吧，嗨，这也太难了吧！五万都输了，先皇买了三个背包，不是怎么？就差了一点点，我觉得差的也不多，五万跟六万五就差一万五。嗨，太难了，都好难。我觉得这个嘉年华也太难上了吧，我的天哪，吐了。没有人我们就聊聊天吧，水仙，不用去了。你播多久了呀，小水仙？我播四个小时了。我是说总共。那跟我差不多，应该播的比我时间短。我今年年初播的。不行啊，我想跟你打完这把我就下播了，我真的真的。你是不是昨晚熬夜了？没有，就是心累了，不想播了。好吧。先皇买了三个背包，准备的不够。对面至少还能打两三万。哎，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要先准备好，你知道吗？你说你打个四五万，其实很难打得下来，起码准备个十万块钱，我觉得。我觉得十万其实也还好吧，去一次嘉年华，我觉得也不亏。感谢我首歌的爱心寿司，谢谢我守皇的爱心寿司，感谢啊。休息吧，休息，我们一分钟。还没吃饭呢，饿死了，等会要去做饭吃。你这是感冒了吧？你这是？好像有一点，我现在头好晕。你最好就是不要开空调，去雾一下会好一点。我走啦。拜拜。